走在大街上刻意用外套盖住双手，看起来有些异常。更奇怪的是，连打公共电话也不把外套拿下来。仔细一看，这底下有个金属物品，一闪一闪，竟然是警用手铐。 被上铐的嫌犯怎么会大摇大摆在街上闲晃？原来3月4号凌晨，警方临检抓到机车酒驾，意外发现后方乘客是个窃盗犯。原以为是天上掉下来的业绩把人上铐带回派出所之后，因为要求要吃饭，所以从反铐变成正铐。没想到窃贼趁远景不注意，从派出所后门溜走，火速搭上计程车到板桥重新路下车后，打电话找朋友帮忙。后来又搭车到林口躲了11天。 三天左右了，就在林口看到了。你知道，哎，怎么突然好几台，好几个警察这样子而已。这名窃贼50年次是个老毒虫，朋友都叫他太高，因为染上毒瘾，把家产败光光，没钱就靠偷窃为生，背了好几条窃盗前科。奇怪的是，早上8点逃跑时，手上还被上铐，怎么到了晚间6点半，双手就恢复自由？到底是谁把手铐打开？当时嫌犯手里 还靠着手铐跑到工厂来，想要请人帮他解开，却被远景遇上带回派出所。不过他却谎称自己是遭人绑架。警方巡线找到可能的藏匿地点，埋伏多时，总算将他逮个正着。承办的远景已经从警20年，却因为一时疏忽让窃贼溜走，幸好顺利找出嫌犯，才让警纪事件到此告一段落。记者陈嘉豪、惠荣，新北市报道。